姐妹们，午餐打卡。我在网上买的牛排啊、哦，看看可肥可肥的了。早餐多亏喝防弹奶昔，喝防弹就是这样，它是万能搭配，也可以搭配菜肉饭，也可以搭配肥肉啊、哦，加上肥瘦相间的。我要是吃我这一自己的一掌心厚度，明天肯定掉秤的。但是啊，这么好吃，哎呦，尽量控制，倒点韭菜花，韭菜花真香啊，少倒一点别咸喽。我还拍了一份蒜酱，蘸哪个都吃都行。然后一盘的菜，好几天没吃女围了，晚上睡觉都不好，早上没吃就中午就忘，你们就看我吃啊。行，太肥了，多吃点。我啃那骨头吧，啃骨头慢点，能少吃点。我想明天掉秤有点不太敢吃。那有啥不敢吃的？吃呗，你喂料的那和喂草的不一样。太傻了，啊香，还得再吃啊，接着战斗，不行了，饿呀。只有不胖，这叫生酮减肥法。我吃几个掌心了？一个掌心多了，感觉。切吃切，我又来一个。你不说不够吃吗？我没说不够吃啊。酒足饭饱不是啊。